开始，这是六伏特的镍氢电池，八颗伺服马达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是力积开发的 SC8 模组。还有蓝牙模组，这是电源开关，切换开关，启动电源，进行自走模式。切换蓝牙模式，启动 APP，进行蓝牙配对，配对成功，前进。后退，左转。右转，介绍完毕。